前讲姓氏，三盟八顺回乡动文庆。天文岁数乙亥年，民国108年，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孙干农夫千岁，天上圣庙。普德正神立为尊神菩萨，前往白沙屯广天宫、山边妈祖宫、德南龙凤宫、台中广天宫、松山慈惠堂、南昆省大天府、北顺回乡联谊、南站步洲公祠基丁区基丁三路到北巷罗龙百货楼，孙家农夫千岁主事孙金龙率领蔡金花、孙家俊、陈双杰、孙水林、蔡丽雪。孙启川、罗宝琴、孙善元、孙佩龙、孙国轩、孙伟廷、孙玉珍、石博元、梁宏兴、孙佩山、石炳化、老慧华、夏明生、潘淑玲、庄素月、张琼莹、孙雪欣、蔡美惠、孙景春、孙小慧、文生共26人，诚心敬拜香火果品，诚心诚意祈求。精修表意，精笔致意，勇敢性感回乡调性，渴求北顺回乡盛世圆满。比如孙家种落下本命光彩，大家吉祥。有恁哪会使好药吃，趁钱啊趁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蓝天白云，女纳千阳，事业顺利，风调大展，阖家平安。共处尽数上方福望，圣神龙感，天运岁处一海年。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这时孙家将落下婚庆技术叫谢新闻，也来恭祝台湾松山慈惠堂，要伫金庙大天尊立为尊神菩萨，神威显赫，香火鼎盛，信徒满天下，来祝由阮孙家将落下行善吉祥，来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。